大家好，我是Inlighting 负责人笨老师。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有一点不是那么主流啊，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场讲座里边都收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专门做了一期讲座来给大家分享。今天讲座分为五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周的教育新闻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可能单独拿出一个板块来，就是讲最近发生的和在座的大多数有相关性的一些教育新闻。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讲这个。最近我也在换房，所以说我非常理解的这个湾区房价涨成什么样子，一年的话天差地别，所以很多家长也会问，那就是我们要不要抢个学区房啊？包括我们现在房子已经升值了，要不要调一个更好的学区啊？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家长，他们在 Fremont 有一个，其实也很高的房子，已经200多万了，但是呢，他换到，当然这个家长是在科技公司有原始股票，换到了 Palato 400多万的房子，一会儿给大家讲。就是学区房都是十分，差价为什么差几百万啊？而值不值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哪些学区里边的公立大学是加州大学最偏爱的？很多家长是通过微信文章，这个关注到我们讲座的。我们里边提了一个观点啊，就是很多家长呢，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是以哈佛为第一目标的。这个但久而久之呢，从统计学角度来讲，哈佛能进的话，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啊，纯粹的从纯数字来讲，都来讲，所以逐渐的家长会面临现实的选择。反倒 UC 呢，UC Berkeley，这个专业好，位置也好，离家近，价格低，成了很多家长的首选。所以很多家长开学校看这个。同时呢，因为 UC 大量的公布每年的数据，每个高中多少人申，什么族裔，录了多少，最后就读了多少，这是任何一个大学都没法匹配的。UC 有很多问题。在数据公布上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大学，没有之一，什么都给。然后呢，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排名，一会儿给大家看，是我们用纯 UC 数据来看，就是怎么来界定你这个学区，在这就读的话，你读 UC 的概率，就是不是一般的 UC，是好 UC 的概率。然后呢，第四点就是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学生面临哪些不同的挑战。当然，这里边也有家长面临的挑战，就是家长很多家长投资学区房啊，他是花了很多积蓄。包括他将来大学也有预算，特别是孩子多的，我们有的家长有五个孩子，那家长除非是，大公司的高层才可以，要不然加州税收这么高，他账面收入很高，其实分到每个孩子身上，教育基金乱七八糟加起来，还是很拮据的，因为这个加州的成本实在太高。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本来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是讲主要是讲那个北加州学区房，全美国学区房，结果后来突然涌入了这个两个 UC 相关的新闻。如果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家长可能有看到，没有的话，你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就是加州大学公布了他疫情期间去年申请季、今年秋天入学的那批的数据，这次公布的比较完善。在年初的时候公布了申请人数，没有公布录取人数，这次公布的很详细。但是呢，他针对每个高中申请录取的人数还要等半年多，甚至更长。明年的春天大概会出来这个数据，它有个滞后性，因为它花很多时间去统计，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给大家看看这个录取数据里边这个变化，因为去年疫情嘛，这个很多变化，是家长预期的，可能也是没预期到的，一会儿我们逐渐看。这是第一个新闻啊，然后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和前两天刚发的，因为我们的新闻一般都是比较及时的，一般会发的比较靠前。我们发的就是呢，加州校董会多数票通过，我记得14-5还是多少票，具体记不清了，多数票赞成通过涨学费。也就是明年入学的这批孩子呢，他的学费大概会涨4.2%。他这里边有讲2022年至23年是这个物价上涨的幅度，就 inflation CPI 加上2.0或者是4.2。但是按照现在这个物价的涨的速度啊，这个数字肯定是要高，所以4.2是大概率。但是它有个好处啊，如果您家孩子是明年入学，今年申请，他的学费是锁定未来6年的。就他交了一个涨幅4.2%的那个学费之后呢，他未来6年，他只要6年内毕业，他学费不会再涨了。但是如果你孩子今年是升十一，现在暑假后要升11年级，后年入学，那你还会接着再涨，他会未来一直涨到那个接下来。当然他有自己合理的理由，他说我们这个预算很高啊，这个即使联邦政府给了他们100多亿美元的，不是州政府给了他100多亿美元的赞助，就这个赞助每年都有啊，每年的预算都给 UC，这是一个固定给的。但是呢，去年因为疫情多给了13亿美元，但这样他继续涨钱，为什么呢？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我也是借鉴一些不同专家的一些观点。首先呢，是他 UC 呢主打的 diversity 还有平权，他们希望包容那些低收入的。在加州大学，如果你们的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你是不交学费的，一分学费不交。但我相信，在座的华人家长大部分是超过这个收入的。所以这个对
中产家庭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就是你们享受不了这待遇，学费啊不是生活费，学费杂费全包，大概一年费用15000-16000吧至少。现在的学费涨完之后是13000美元，国际学生就更贵了，国际学生已经往50000多走了啊。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我同一批同学有去 UC Berkeley 的，也就3万多吧，当时我们是20000多，他们稍微比我们多一点，这才10年的功夫已经60%-70%的涨幅，比房价涨的和房价涨差不多啊，就是UC 一直在涨，为什么呢？它在市里的底线，因为它有自己的这个任务，它要帮那种所谓他认为低收入的这个档8万以下，它要免他们学费，这个钱从哪出？ UC 是没有太多人捐钱的， UC 的那个校友捐款这个很少啊，所以他就要通过收国际学生这个高额的学费，国际学生每个学生交的费用是本地学生的3倍，他们还有生活费这些东西，所以他一直在扩招。但是呢，加州居民又比较反对他们招收过多的国际学生，他们也在限制，所以他们捡的国际学生的数量就要从本地学生里边出，所以要涨钱，因为他们作为一个 business 要 operate， 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非盈利的性质，但他们是运营的话，完全是按照商业来运营。学生组织是代表反对的，然后有些校董也在反对，但是主流声音还是来支持这个预算通过。所以加州就是这样，我们在文章里边写了，他在不断试探这个中产家庭的底线。为什么？就像2008年开始，全美国形成了一种氛围，政府因为这个金融危机，他花了很多钱去救济华尔街那些银行，不管对错啊，它的影响有多深远，他这边花了钱，他就别地方补，他减少资助的就是学校，他让很多的公立学校减少他们的预算开支来自负盈亏，这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拿教育先开刀，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增加学费。当然了，在美国你如果活在两头是没有事的啊，你是特别有钱那批，或者你是收入比较低的，你都享受这个待遇。有钱的话，他有办法把这个钱给合理避税，然后包括他即使不避税，他就是高薪，一年上百万的年薪，他抛完税，他依然有足够的钱去支持腐败学，这不是问题。中产呢是真正美国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基石啊，所以他们就成了被宰割的对象。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加学费你还去审，申请人数没有降，然后呢他再加你还审，没有你他会继续加到你受不了为止，这非常像经济学的那个供给原理，这就是个原理，你可以不来，对吧？你像哈佛一样，我难度再高，我即使10个人里边我拒9个，我100个人拒99个，依然有人申，我会继续按照我的标准来招，按照我的这个亚裔的比例。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大家要认清这个现实啊。就是我们就吐槽一下，但家长的话自己做好财务规划，就是这个涨幅我觉得加州的话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特别是加州湾区啊，物价那么高，这都不算什么，但是你要看到未来的趋势，它和房价一样是整个在走的，它涨幅相对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啊。对于在座的家长，如果您是外州的话，我觉得对你不有影响，如果你本身已经打算作为国际学生或者作为州外的申请人申请 UC 的话，这个预算你肯定是一定算好的，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啊。然后大家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图里边更详细的讲究了这个涨幅啊，其实还好，国际学生的话一直从将近4万一直涨，就过去就未来几年涨幅啊，未来几年涨幅，这个和通胀和美国这个利息比较低是成关系。然后我最近在看房的时候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从2018-2019年那个利息的比较高位啊，疫情不算啊，就2018年那个利息比较高，那时候房价比较平稳的时候，到现在利息比较低位，大概利息的降幅是在 40%。这也能够反映到全美国房价的一个增幅，全美国房价增加是 30% 不到 40%。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作为家长的话，你买房经验肯定比我要多哈。你们买房的成本主要是贷款的成本，现金买家除外哈。那个你的贷款成本降下来的话体现在房价里边，所以说很有意思一个现象，没办法，完全就是一个死局。你买房偶尔还能避一个税，特别高收的一些家长，但如果你不买房的话，你可能也没有被更好的投资，股市太刺激，资本利得税还高，所以说就是研究来研究去，硅谷的个人 working professional 和大公司都会做同样的选择，他们盈利一定会买房，因为房是相对稀缺的资源，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死循环。但是怎么在这个相对的不同的学区啊，我一会儿给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十分学区，那家长怎么选，有没有必要多花个几十万选一个同样十分或者是甚至是9分比你这十分还好的，这个我觉得家庭的规划非常关键，你要考虑自身的诉求和你孩子想学的专业以及你们家庭经济条件都要考虑清楚。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些家长，我们很多家长呢是很愿意花钱投资教育，但他们其实是愿意拿自己那个养老的费用，因为有些家长他家老大都很大了，老二比较小，所以我个人不太支持哈。就是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给孩子很多的资助，你像我们有一位家长之前也做过分享，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一套房，不是很大，但他投资房产，因为他自己是做非常成功的一个 loan agent， 他每个孩子买套房，他说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会追求自己想做的，我来美国给孩子创造的是一个自由学习生长的空间，他们不会为房子而忧愁，他们将来继续在沃尔玛，
他们也可以养活自己，因为房子解决了，每个孩子一套房，对吧？所以当然看条件，而且看投资时间点，买的早的肯定占便宜，买的晚的话那确实成本太高。所以每个家庭的规划的话，我觉得从小的这个理财和教育规划要绑在一起，就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和将来自己的工作能力来做一个整体评估，还有孩子，不要认为花了钱就一定有好处。有的时候像教育投资呢和房产不一样，房产的话你去某个固定地方它一定是保值的，稀缺性嘛。大学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学的话，如果你的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做了足够的活动和足够的测试和足够的实践，去了解自己，深挖自己，知道自己的特点优势和家庭情况对他财务的需要，结合他未来大学专业的选择，他可以以小博大杠杆，他可以用比较好的一个教育经历来换取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发展，而不是像很多孩子随大流，我去拼这个拼那个拼这个，然后呢最后学了一顿别人做不了自己，最后在职业发展上发展的非常一般，然后呢有可能打水漂。我们接触过很多 case， 一会儿以后就给大家分享啊，中间提到了会分享。然后这个呢就是最新的数据哈，大家看看，就是我们自己内部整理的，家长可以照个照片之类的，就是最新的啊，去年疫情影响下 UC 的录取数据，大家看 UC Berkeley 啊，这是 UC 录取难度最高的一个学校，现在已经接近 10% 了哈。十年前我刚出国的时候，UCLA 的话录取率 25% 左右吧，这十年的变化大家看看，就是人口增长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这个好的教育资源，这稀缺性和这个网上申请的这个普及，而且升学规划这种服务在考学区好的高中的普及性，共同促成了这个原因。因为以前的话你可能十个人里边一个找升学顾问或者一半，到现在的话十个里边四个五个，会逐渐拉高这个行业的标准，孩子的升学的欲望，包括那个升学的策略都会有整体的提升，这是一个趋势。然后 UC Berkeley 19的话到17、大家看一些数据哈，我为什么给大家圈了一些国际学生的数据啊？UC Santa Barbara 35 32 27，它的本地生录取率比较稳定，27 35 28啊，你看它国际学生录取率啊，35 32 27，它降得很厉害。别的学校你看 UCLA 很稳定，Berkeley 的话相对也是波动，就是也比较稳定，9% 8%。 为什么 UCSB 的波动这么大，从 35% 的录取率到 27%？ 因为 UCSB 的排名它经常在30左右徘徊，而国内的所有的机构它是以排名论的，它甚至有排名费，就是你过交十万十几万申请费或者20多万，有些一线城市比较贵哈，如果你进了一个好的学校，进前10前30，就有排名费，家长要再加钱，家长也愿意，因为家长只看排名，他不在乎专业，他要的是名气，因为名气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牌子，就是稀缺性，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UCSB 的优势专业不明显，学术环境没有那么浓，就业也很有问题，所以懂行的家长一般不太会选择 UCSB， 纯看排名，这家长不懂行，对孩子可能不是个好的教育路径选择。你不要只看30，佛罗里达大学也是30名， UC Irvine 也做过30名，罗彻斯特也做过30名，纽约也做过30名，很多大学在30里边轮回转动，包括一些东北曾经也冲进过前40，是这样。排名是个 game， 有一定参考性，但是不能以这个纯粹为依靠标准，专业和学校的结合非常关键。然后大家再看下面这个 UC Davis 啊，为什么 UC Davis 反倒暴增呢？ UC Davis 的这个录取率从 42% 到 68%，这个呢据我们内部的这个数据的整理梳理哈，我也自己在思考啊，非常明显的一点可以告诉的就是 UC Davis 的这个他录取对国际学生相当的 friendly。 我们去年两个学生，一位香港籍的，一位是大陆籍的，一个是在香港读书，一个是在美国的非常好的私立读书，他们俩的成绩在加州市的话也就是 UC Riverside， 但是因为他们国际学生的身份，他们都拿到了 UC Davis 录取，大家都拿到了。去年UC Davis 对国际学生非常大方，为什么？他们的排名不是特别突出，而且呢国内都知道它农学比较发达，忽略了它跟这个湾区硅谷的这个地理位置这种关联度，很多湾区的工程师都是 UC Davis 毕业的，因为它的那个地理位置特别好，就业机会也可以，造成了一个结果，就 UC Davis 的这个 yield rate 入读率非常低，发100个 offer 可能就来十几二十个人，所以它需要通过增加录取的人数来保证入学率，而且他们也需要钱，他需要学生来给他付这个钱。UC Santa Barbara 呢？他的邀约的也很低啊，20%以内。UC Santa Barbara 每年发100个 offer， 可能就去17、18个人。现在可能更低，对国际学生，但是因为他排名够高，他有这个底气来吸引足够多的申请人，所以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你申请人数增加了吗？还是你的申请人数减少了？这个是影响你的录取率的。基本上是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啊。然后大家看这个和咱在座家长相关性比较大的，就是作为亚裔，
我们只看亚裔群体啊，不管你是海外的啊，国际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难度和我认为作为加州啊、纽约啊、Boston、Seattle、Texas 这边华人申请美国好大学的难度没有区别，就是亚裔在美国的处境和国际学生申请，国际申请是因为名额少，然后国内的话拼得比较厉害，资源比较稀缺啊，不，资源比较丰富，大家斗得比较厉害，而在美国是因为给我们的名额是有限制的，美国是分族裔的。所以说难度是相对比较雷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学生去了名校啊，他会发现他班里边那些亚 ABC 比他厉害很多。他在国内不管是多好的中学毕业的，他到那只要碰到 ABC，他就知道什么叫学神了，因为那帮孩子经历的东西非常非常是难以想象的，非常难。而他遇到一个别的族裔的小孩，他会觉得这帮人怎么可能进名校，对吧？这就是美国的现状，他为了保持一个社会平衡，有它存在的道理。然后大家看一下啊，UCB 的录取数据。申请人数在暴涨啊，2万多人申请季的话涨到了将近2万4，将近4000人的增幅，这个幅度非常大，20%的增幅。大家看前一年啊，2019年的数据是19000，它增幅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大家看下面这个白人的增幅也是有一个大的 jump，从11000涨到了13000，为什么呢？如果长期 follow 我们的公众号和讲座的家长肯定了解，我们会经常把这些新闻给串起来，给大家足够的这个上下文，让大家可以独立的去思考。这个教育其实背后的一些必然性。你举个例子，去年因为大部分学校取消了 SAT、ACT，UC 一开始 test optional 可考可不考，后来呢 UC 又起诉地方法院，又起诉说你们考试是违反法律的，因为低收入啊或者一些少数族裔啊，家里边遭受疫情的是没法备考的，啊，考试有钱人就搞这么一套嘛，结果导致去年 UC 就直接不要 SAT、ACT 了。很多大学也跟风哈，所以去年不管是哈佛还是 MIT，所有的学校都创造历史新高，申请人数的历史新高。因为很多人就认为，哎，标化这个亚裔申请人最擅长的点被拿掉了。那你看文书的话，那比惨的话，肯定别的族裔比亚裔要可以，对吧？你比主流人群的话，我们亚裔是个少数族裔，我们只有7%不到，对吧？所以包括 GPA，我在一个很水的高中，我就全 A 嘛，所以他们就一拥而进。但是大家看整体录取率哈。40%、39%、百分之录取率是在下降的，39%。它是2万4，将近2万4乘以39%啊，不是2万乘以39%。所以这个1%的跌幅呢，是在大的基础前提下跌的。所以其实说少数人更多，而且加上一定要注意一点啊，这里边的 Asian，包括东亚裔，包括东南亚裔，东南亚裔录取的标准是一般要比东亚裔要低的，他们父母高等教育的程度相对。概率低一点，他不像这些华人家长，不管是从台湾早期过来的还是大陆，他们基本上是国内最顶级大学那一批出来的。而且当年高考刚恢复那些年和未来的和之后的10年，那种考试程度选拔出来的是绝对绝对的学习上的精英，他们学习能力非常强。大陆后来的一直在扩招，所以说相对的话，生源质量不如最早那一批。所以在申请的时候，咱不讲族裔排，咱就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不是地大学生，你是不是家里边地大学生的时候。东亚裔不占便宜，印度裔也不占便宜，所以这个亚裔里边39%的比例掺杂了很多非东亚裔的，包括南亚。南亚的话，印度和它是一个处境。而且你如果是日本籍的和韩国籍的，你是比大陆要占便宜的，因为你又符合了一个 diversity factor，你所在那个区域比较少，他们喜欢招不同区域的，所以竞争压力真正大的是，硅谷这边的亚裔，还有大陆地区的这个华裔，就这个基本上这个情况。然后看录取人数，哎，等一下啊。录取人数，大家看一下，在学校占的比例4000多，在去年的话是4000多入学的哈，录取的不是最终入学的，是录取的应该是，然后呢，再往下，亚裔的话，今年的话4472，还是比以往要少，比19年还要少，但是前提是亚裔的申请人在大量增加，所以这是一个现象，这是一个现象导致的结果哈，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房价讲今天的重点啊，房价和这个大学录取到底什么关系啊？因为有些家长可能是国际学生啊，我给大家也做一点背景铺垫。大家看一下啊，过去将近10年这个房价的涨幅的变化，全美国来讲，下面是红线啊，是涨到将近32万，全美国。当然，美国很大了，你可以去很偏的地方，可以去那个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那个怀俄明州那边很便宜，买个大农场都可以。你也可以去我们湾区的宇宙中心 Palato 买个最贵的房子，或者去那个纽约买一个 penthouse 啊，都很贵。湾区的涨幅啊，这个我给你看的是整个加州。大家敢想象吗？整个加州这么大、这么狭长的一个地带，中间很多沙漠不能住的地方，它的房价均价已经到了将近70万，是69万多。我昨天查的哈，这是一个现状。
然后呢，这是咱们湾区啊，很多 agent 全用这个图啊，我也拿来用，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呢，也代表我们目前学生的分布图。我们所有对学区的了解，对这个资源的了解，包括都是我们这么多年跟家长直接沟通反馈，包括帮他们孩子带进去名校，或者是孩子本身技术比较弱，带教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提升，甚至是一些孩子本来已经要准备要去社会大学了，我们带到了前100、前80大学。通过这些行业的经验，认识不同的家长，接触不同的孩子，我们得出来的反馈，我们对学区的判断，和Great School 的 ranking 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更客观一些，我们就盯着一个升学概率，学习资源。然后大家看北湾哈，东湾，这个红色区也代表的房价最贵，就是我们所说的湾区那个地带。中间这边中半岛啊 ，Palato 啊，南湾，因为我们家长比较散哈，我们几乎遍布了整个湾区的学校，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图比较直观一点，嗯，看一下啊，这边带点的呢，都是我们的学生分布的地方。有些太远的我就没截啊，我就截了局部给大家看看。大家看南湾是比较密集的啊，因为南湾的高科技企业最多啊，所以居民也相对多。而这些家长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他们本身就知道教育是一个最稳定持续的投资。这边高中也非常多，非常密集啊，房价也相对高一些啊。但是这次房价涨最高的是三股地区，因为疫情，很多家长很多公司选择了可以 work from home。有一些极端分子呢，那可能就搬出外州了啊，或者怎么着，他们就想开了。但是亚裔很少这么干，亚裔相对比较慎重，他们选择了一个，房子大、学区好，这个环境也不错的三股地带。我们公司东湾办公室在那儿哈，非常漂亮一个地方，就离主城区比较远。过去房价一直涨不起来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要从三股开车去 Google 上班，去 Facebook， 或者去南湾的一些公司，你要开至少一个多小时，你每天三个小时的路至少。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疫情，很多家长就觉得哎无所谓，那我就去那儿吧。结果呢，现在疫情现在慢慢恢复，我们不知道家长会这个价格会不会有反复哈。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三股涨得最凶，因为它以前是价格洼地，而现在价格基本涨不太动了，因为接近200万了。我记得我刚到硅谷的时候是2014-2015年吧，那个时候加州的房价就是100万往上啊，就涨幅就不太大了。为什么？当时大家的薪资包括股票啊，科技公司的股票还有普通人的工资啊，这就算个极限了。但是呢，物价一直在涨。这些年的话已经到178甚至更高了，就这个价钱就反倒是涨得就是抢得不激烈，150的房子抢特别激烈，就这波疫情。当然我刚才也提了哈，主要是因为利率的下降 ,40% 的这个降幅左右，导致了这种购房成本的降低，那反映在房价里边。这个特别符合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所以就非常像在现实中一个体现。我们不知道这个低利率会持续多久啊，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的选择。你在加州税那么高，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合理必须的方法。但是我们从而看到很惨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父母是高科技公司的那种比较高阶的工程师都是的话，他们在这次房价中占大便宜。为什么？他们的薪资比较高，他们能贷很多的款。有一些家长呢就会选择 home equity loan， 用自己的高工资来抵押，拿现金直接去买房。你拿现金买的时候，你在市场上是所向披靡的，那 agent 房东肯定是喜欢你这种现金买家，对吧？你直接买了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便宜点也无所谓。所以这次房价的上涨和利率的下降呢，是拉大美国贫富差距，至少是湾区的一个工具，非常明显。因为这帮人本来就高收入，他不管是第二套房、第一套房，他有这个钱，而现在利息再低，二点几，不管再低，正常大部分湾区家长的工资是没有那么高的，他们只是来得早，很多家里边就一个工程师，甚至没有工程师，就普通的工作，会计师啊，做法律啊，或者像我们从事教育行业和一些服务行业的，做生意的都有，因为湾区是一个生态，他不可能都是工程师，但是。他们在这里边贷不了太多钱，就你看好了一个房子，你可以拿很低的利息，几乎比物价还要低，就零利息，但你拿不到，这就是一个现状。因为现在不像2008年，你可以随便贷款，所以它在加剧这个 gap。当然了，这次重新洗牌，三股好的学区和到处学区房的抢购，也会重新布局这些初中、高中未来几年的学区发展。我曾经在湾区，当时我去奥特莱斯，年轻的时候老喜欢逛奥特莱斯嘛，买东西啊。然后我当时看满山遍野 Livermore 和 Dublin 的房子，我当时我太远了不去住，但我现在想想啊。这批都是当年刚来湾区，工资可能刚起步，但是他们在大公司站住脚跟，他们呢股票也在涨，因为这过去两年一两年科技公司涨幅最夸张，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硅谷新的血液。他们可能把一些原来在硅谷一些想退休的，或者是本来工作收入没有那么高，也不是华人，就是他叫搬离硅谷，他把房子一卖，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就去别的州了，过得很开心。所以硅谷这一次的房价大涨，正在逐渐改变硅谷这些好学区地区的人口结构，非常明显。未来几年，如果您的孩子比较小，你会看到一个趋势，就这个人口结构会做一个调整。将来硅谷，我的以为这样，我个人啊，根据我的经验，会慢慢像国内深圳一些地方一样，但是不会像深圳那种生活压力啊，永远不可能达到。美国相对还是合理的，就是
它会慢慢把一些收入相对低的往边缘地区挤兑，核心区的话收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人口的话越来越单一，偏亚裔，这没办法，这个是一个行业特色，然后一直一直发展，当然也看它这个极限，任何地方这个极限值到一定高度的话，大家会用脚投票，只要看高科技公司发展，但目前的趋势是无可阻挡，因为他们在渗透各个行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改变各个行业，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就是刚才我看一开始就提问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逐一回答啊。和我讲的就一样，大家看看，Grace School，你买房的时候在下拉到在下面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学区，学区的话，他会告诉你打分吧。那 Grace School 的话，以前有 College Readiness，还有一个是大学的一个考试成绩，他通过两个来衡量一个学校的标准，10分是最高，一分是最低啊，5、6分是相对中间啊，湾区低于7、8分以下的高中啊，基本上就不要，7分以下就不太要看。我们自己有个排名啊，回头给大家看一看，就对应相对的分都是9分、10分，非常像。他现在加了一个 equity，我觉得这个加的可以。他是怎么说呢？哈，你们学校里边低收入的学生，这个分值 equity 分值占30%应该。你们学校低收入的学生和高收入的学生比，他们的成绩是 behind 还是差不多？如果你们学校里边穷人学习差，富人学习好，那这个学校分给你很低，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的，教学质量应该是这么体现的，就应该体现给这些所有人一个一碗水端平。我觉得这个加的很好。我当时一看 equity，我以为他要讨论族裔呢，有多少外族啊？不是，他这个还是比较客观。Grade School 这个 ranking 还是相对比较客观哈，虽然数据不够精准，因为你像十分的话是 Palato 均价300多万，根本抢不到，对吧？这边250多万 Cupertino 这个基娃的聚集地，它差将近100万，对吧？你还有这个地方。Silicon Valley 在 Denver 旁边，160万均价，它也是10分，就是十分，还有更便宜的，130万的，就这十分差距在哪儿呢？这就是我们的专业知识，就是过去的家长给我讲十分啊几分，我当时想，但是十分里边这学校差好大呀、啊，你这个录取结果完全不一样，你同样十分这个 Silicon Valley 和 Dorothy 这两个房价差个几万，离着很近，这两个学校天差地别，在我们的 ranking 里边一个排第二，一个排45，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先说这两个哈。Palato，我认为家长买多少不是冲这个学区的，就是他可能说，就是他是冲学区，但是他本身不是因为学区才去的，就他的收入标准和他工作的便利程度，已经足够他支撑这边的高房价，所以相对来说他就找一个，因为 Palato 除了东 Palato 那块儿往北一点，Menlo Park 那块儿有个叫Menlo Atherton High School，那个学校听着名字很震惊啊，门罗阿斯顿哈，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贵，阿斯顿都是几千万上亿的豪宅。他这个学校比较 tricky，这学校的话，东帕拉特也在念书，所以这个学校的话，很多亚裔是不去那边读书的。他帕拉特就两个高中是比较有名的啊，一个是 Poly，就是林书豪读那个帕拉特 High School，另外一个呢就是Gong High School。Gong High School 的话，南边他的那个斯坦福的教职工比较多，所以他每年斯坦福录的很多，每年都十几个吧，都是教职工子女。Poly 呢就是白人相对多一些，相对 chill。这两个学校我们过去都有学生带过哈，特点不一样。Gong 的话稍微紧张一些。很多家长是租房去的，Poly 呢相对有钱程度更高一些，就是做高管呀、做那个公司董事长啊那种的比较多一些，白人也多一些，很有意思。然后呢，Cupertino 呢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这个鸡娃最多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机构超级多，然后呢家长也相对比较紧张，因为这边呢房价仅次于 Palato，但都是些技术人才，所以集中了大量的。我当时见家长的时候，早些年的时候，家长基本上都是中科大呀、清华特别多啊，北大也有物理系的很多，那边的很多都是早些年通过自己的这种专业能力留在美国做科研啊，或者是科技公司。你像当年能在跑到 Cupertino 买的房子，不管当年多少钱买的，已经是同行里边佼佼者，收入非常高。所以这边的话，整体的家长受教育程度极高，然后亚裔比例很高，这里边的高中的亚裔比例接近90%，就是90左右。非常，印度裔，然后他离苹果总部也不远，那边的公司都不是差的，所以这块的话相对竞争比较激烈。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如果 Fremont 已经和这很像了哈，三谷如果再走下去的也会类似，但是三谷不知道是因为自然环境还是 isolate 家长的这个组成结构的原因，他们相对 chill 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实际上我工作环境我更喜欢三谷这边，南方相对过于焦虑啊，有的时候我们是给家长舒缓，而东岸的话相对好一些，相对好一些，不代表家长不紧张，只是说他们焦虑的情绪没有那么重。然后大家看这几个学校对比啊，这就是 Grade School 里边官网的一个发布，评价都很低啊。你看 review 的话，你能笑死，你都不会去读了。然后十分啊，你看这个学校十分啊，它十分 equity 9分，test score 十分，这都是十分对吧？它分这几个点啊，这个是同样十分学区 Silicon Valley High School，
我之前提聊过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我们在湾区再多的高中，这个学校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是这个学校的，这学校只有9%的亚裔，而且不见得是华裔，所以我们是从来没有过的，很神奇的一个学校啊，漏网之鱼吧。然后呢，这个学校，它房价不低吧，对吧？它的评分也不低，你看它甚至在 ACT 是10分的，这么好的学校，在我们的 ranking 里边啊，大家看这个 ranking 啊，Doherty 在我们这2020年的排名是排第二，4.691分。大家看，巧了，我为什么拿 Thurman Valley 做例子？它是我们的四十五名，第四十五名。我们的这个数据100%依赖于 UC 数据，UC 每年会告诉你上面这45所高中，他们有多少个学生申请，多少学生录取。我们就拿这个数据来对照。这个学校如果录取伯克利 LA 比较多，它占的分值的比重就比较高。我们这个排名纯粹数据导向，没有太多人为的因素。我们的人为只是把这数据怎么给它解读，所以这个排名非常能够体现，排名越高。你这个孩子如果去读这个高中，你大概率能录的 UC 好 UC 的概率比较高。我们讲的整体概率，个人因素我们不考虑，孩子的家庭情况和他学习习惯我们都不考虑，只是讲一个大概率。如果孩子都是一张白纸进这个学校，那 low 就是高，Doherty 就是高，特别是亚裔学生，非常这是我们的一个 ranking 啊，比较客观。你看，low high school 10分，Doherty 10分，Montevita 10分，Limbach 9分，Montevita 好像也是9分，Mississauga 好像10分，就差不多，基本上9分10分9分10分。这些 list 看看，横跨整个湾区，Berkeley 也是9分10分的学区，Evergreen 是7、8分，稍微低一点哈。Dublin 走下去，Gown、Palato 这边，Los Altos 8分9分的学区就走下去，一步一步走。大家看，这些学区就是湾区的好学区。我们的题目里边提了哦，这些学校就代表这些学区里边比较好的高中，非常明显。为什么我们用 UC 数据？家长可能不太理解啊，说哎，你为什么不放藤校，不放哈耶普斯啊？因为他不给，因为大学根本就不给。高中他也不会给，他从来不告诉你，只是家长在群里边传来传去。哎，今天这个学校录的，今天这个高中录的几个藤校，几个 MIT，现在这种氛围也逐渐淡化了，因为家长也不想给孩子太多压力，大家比较反对这个东西。所以，唯一我们能参考的数据，除了 SAT、ACT 的平均分，就是这个数据。我们这个排名，我们官网有啊，家长你们可以去官网直接去截屏都可以。这个数据我们就是给家长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很多低龄家长还不到规划季，但是我们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参考。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们有个依据，有一个纯数据，而不是纯那种主观的打分。我们这个是纯粹每年的数据，每年我们都会更新。然后呢，这两个都是10分，差距在哪儿啊？举个例子，这个标化考试的成绩呢，是来自于 Sarum Valley High School，排名45，也是10分学区啊。它平均 SAT 呢是1200多，这个呢其实不突出了啊，在美国来说不错，但是在湾区这块好学区啊，这么高房价换来这个成绩就有点一般了。SAT 代表着学校的学术氛围，Limbach 平均能1400多，那个叫 Thomas Jefferson 美国排名第一的公校，我们做过专门的报道，他们平均分1500多，就是这个平均分很能代表这个学校的学习强度，你的阅读能力有多高，你的数学学的有多快，能够非常好的反映在 SAT、ACT 分数，因为 SAT、ACT 就是给高中生考的，全国统一标准件，全世界一样，你的学术程度就能在分数上体验，就和国内高考一样，好的高中高考分就是高。不管是生源好还是教学好，一定是有这个原因。大家看 Doherty 啊，一墙之隔啊，Doherty High School 也是十分但是在我们这排名第二，UC Feeder School 里边排名第二。这个学校呢，1300多，然后呢，它的那个 AP 通过率非常高，5分率53%，其实不算惊艳了，和我们别的高中比。但是我只是说这两个离得比较远，给大家做个对比哈。这个 AP 5分通过率27%就很低。AP 除了给大学 signal 你的学校有多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省钱啊。我们很多学生在学校上了 AP，考过了，拿了4分以上，去 UC 的话少花一年半的学费。大家想想，如果你是外州，你是国际学生，AP 是真的是很省钱。虽然很多家长说我不在乎钱，但是白给的钱我没见过哪个不要的，再有钱家长也要，对吧？你可以拿更多有用的课。如果你不想上这个课，你可以在 UC 上一些更好的课。而且 UC 前两年真的是大课，没必要上。我觉得还不如早点上专业课，专业课相对班小一点，大课好几百个人没意思。我在西雅图那个华盛顿州最好大学的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遥控器上课，达到就437个人，那是11年的时候，我在上一个这个传媒学的课的时候，每节课我隔壁的那个同桌是换的，很尴尬。那个课传播课让你沟通一下，你怎么沟通？每天都换人，很冷，每天都破冰。但公立都这样。我们曾经3、5年前去访过校，UCLA 的话，大一、大二的课都是300-400个人，200-300个人很正常。伯克利的 CS 课，CS 那个 CS One，61A 那节课1000人，2019年的时候1000人上课。两个礼拜后就剩一半了，当然这因为比较难哈，他在一个大的体育中心里边上，这个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家长，如果 AP 能考得不错的话，4分以上就是很好的分数了啊，这个可以折分的。
有点扯远了，给大家再拽回来。另外讲到最核心的点，你讲那么些不讲大学申请有什么意义？那么看大学申请这个数据哈，这是 Sacramento Valley High School，就是那个十分排名不高的那个高中，我圈这些学校是美国前20的大学，而这些有可能是重复录取。你举例的，就有可能这几个 offer 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我不知道，也可能三个人的。但是这个就是他们学校的上限，他们公布出来的，就是他的上限，就他最高能吐这么高。芝加哥大学呢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大学啊，它的排名极高，录取率数字上极低。但是我们接触的亚裔学生，他录取相对比较 friendly，一般呢录芝加哥的话。康奈尔差不多，这俩属于一个 range，但是录芝加哥和录宾大和哥大还有点差别。就芝加哥有些大学有些专业非常强，但整体的对亚裔的录取概率来讲，它还是比中藤中间那个哥大那种要低一些，和康奈尔差不多。给你举另外直观的例子，芝加哥大学在美大陆录的几百是应该是100多人吧，还是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啊，去年一年统计的啊，他和康奈尔录的名额是一样多的。你敢想象吗？芝加哥大学排第4名，康奈尔排18名，只因为康奈尔是藤校，他给的名额相对多，而就是100多啊，别的藤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就是芝加哥大学录的人数比莱斯大学 Rice 在国内录的多。家长可能说我们是本地的，你给我讲国内干嘛？因为本地不公布，这个藤校他从来不公布这些东西，他可能告诉你某个州录了多少人，你没有参考，所以我只能通过和你们同病相怜的，中国国际申请人他们的数据来做一个对比，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判断，我们讲的任何内容，我们都是要么有数据依靠，要么有我们自己经验的推敲。我们希望给家长一个非常客观合理的判断，因为教育是个非常重选择的过程，努力非常重要，选择比努力还重要啊。所以这个学校上限很明显。Dorothy 呢，他那个表太大了，我就懒得截图了，给大家说一下吧。哈耶普斯马他都有，他都录取，他每年都有 MIT 每年还录不少，他竞赛很强。所以你就知道都是十分学区，都一样价钱。如果你重视教育，如果你们孩子也比较上进，你多里虽然难，但是可以去，一定要去多里，因为你们学校的上限没有封顶，你可以去哈耶普斯马，Sacramento Valley High School，Stanford 这个我不知道它什么族裔，但从整体的名校录取率来讲，我对这学校不乐观，它各种数据都不好，而且我看了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大学的选择哈，有一些非常非常怪的学校是亚裔不会选的。而录取难度极低，而且这类学校的数字比例不低啊，不低。任何一个学校，连哈佛在内，都有去设计大学或者去一般大学的，这个没问题，无可厚非。但是这个学校里边，我判断一个学校的整体的程度的时候，我会看他孩子录取一般大学的比例，从他选项，从他录取结果，我就知道这个学校整体的程度非常明显。因为你们的孩子虽然是个体，但是你们在选择学区、孩子规划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大概率的问题，一个大体环境，就这个团队的上限。你举个例子。你是个 NBA 明星，你再强，你在一个烂队里边你也打不出来，对吧？它是一个整体的这个状态。你想打冠军，你跟整体队伍比较强，你的水平才能更好的体现，因为辅助比较好，整个系统比较好。对公立学校是一样的，你这个学校有足够的资源。我接下来才会讲为什么公立的优势在哪，私立也有优势哈。然后哎，刚才我们也提了这个表，已经提前给大家看了哈，这个 ranking 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有些家长如果是老家长、老客户的话，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我们以前发布过哈这篇，去年入学的那批，前年申的这批，Low 的话是录了106个 Berkeley，Dorothy 78，过去是90啊，有个降幅，Arlington 这些，这些做的非常好的参考。我们不看录取率，看录取名额，录取率的话不准，因为有可能分母比较多，这个学校的冲动的人比较多哈，不自量的比较多。但是录取数字很好的反映 UC 对这个高中的认可度啊，就那么简单。当然了，这里边是有差异的，你像 Limburg 就比较小。Low 和那个 Dorothy 就比较大的高中，这个基数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呢，这个相对客观，因为 UC 不会因为你人多人少而录取名额给你做一个调整，相对的它整体把关。UCLA 是一样，61嘛，55，你看 Dorothy 也在这儿，差不多，Mount Vista 都不错，就是大同小异。最后讲到核心点，就是那讲了这么多数据啊和前景和趋势啊，那对孩子来讲，那我们已经在公立私立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啊，我们公司的最大特点吧，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就是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我们从来不以出身论，因为我们学生的话非常的多元，他们的经历什么都有。我们接触家长的收入、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差别特别大。我们也特别 enjoy 这个过程，因为我们能看到不同这个程度孩子的这个纠结，而我们可以拔高的幅度也比较大。如果跟我们一批竞赛型的孩子，那实际上我们助力很少，他可以进他大藤。那实际上我们的存在价值在哪儿呢？
那是不是隔壁有一家超便宜的就去了呢？所以好学生对我来说挑战性非常小。我们也有一些，我们更喜欢带那些就是本来在边缘能进前十，我们给他做进前五的，我们特别主要做这一类的。当然难度也是很大啊，特别这些年很大很大，压力不容易。大家看一下这个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区别啊，好学区共性强，难突出，共性强就是都是亚裔，父母呢都是高知家长，都能辅导数学，或者附近都有数学辅导班啊，什么演讲辩论啊，大家用的教材啊，父母的这个社会经历都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因为学区的话房价差不多，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你的招儿也差不多。然后呢，很难突出。如果孩子都用功的话，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相对的啊，真正的任何一个高中，我们接触过，它都是呈一个中型曲线，孩子的这个努力程度，父母给孩子培养的学习习惯和家庭这个教育环境，以及智商的一些细微的差别，会导致一个人和不一样，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平等的是权利，不一样的是天赋，这是一定的，还有那个态度。差学区我打个引号啊，因为差学区家长说九分也是差，一分也是差，我就打个引号，也不是攻击某个学区，相对而言哈，竞争弱易突出，这个弱学区呢，差学区呢哈，哎。他压力相对比较少，但如果孩子一努力的话，比较容易突出，因为在这儿，盯着学习的不多，所以这是个优势啊。但是对孩子要求比较严啊。第二个，课业重，分难拿。好学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亚裔太聪明了，他课老师不怎么教，说白了他有的也教不了。有些 AP 课程那是大学级别的，老多高中老师是教不了，但是呢，他就给你增加难度或者增加课业。好的学区我们接触真的是孩子够强，课外辅导和孩子自学，老师真没那么强啊。然后呢？同时差学期，哎，他课业同样和第一条是相辅相成的，他其实课比较水，比较难以拿 A。然后下面再接着来啊，层层递进啊，这个导致的就是压力大、易焦虑，因为这帮家长都很拼，都是花那些去小学，就不就去名校嘛，对吧？那容易比对，而且中国人有这个特色，喜欢对比。当然了，这个对比你要说的有用吗？有用。任何一个公司想让业绩提升、员工战斗力提升，那就是排名嘛，末位淘汰制嘛。微软不是最喜欢末位淘汰制嘛？Amazon 好像也有，所以。这是一个人性，你不搞末位淘汰，都共产主义的话，没人干活了。所以这个怎么把握这个度？我作为家长的话，我觉得你要把孩子和昨天的孩子比，他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怎么去调整？不要拿他盲目的和别人比哈，这样孩子受打击。因为美国的孩子他生活的环境比较单纯，他相对也是受美国教育影响，他比较注重自我的感受，所以这点是家长要注意的啊，不要用中国那套来强压他，适得其反。然后这边就压力小，但是呢容易自满。孩子权益，我为什么要努力啊？我在一个高中里边很水，我拿着权益，我觉得老师天天夸我。他只有到读了大学，他才知道，可能读大学他也不知道。他说：“哎呀，我随便读大学，我为什么要读个好大学？”他等工作之后独立之后，你不养他了，不啃老了，他才知道在社会上，你想要个 decent life，你说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你要有一个家庭，单身无所谓啊，你要有个家庭，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你要好的生活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天灾，好的天气，加州、夏威夷。对吧？这些好地方，西雅图天气就没那么好了。哎，它都房价很高，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你想获得好的优质资源，你要付出别人努力，或者你父母很有钱，就没别的。然后第四个和家长有关，成本高，预算低。我们最近为什么办这个讲座？很多家长就咨询啊，他们也想换房，就是孩子马上升高中了，甚至有些孩子小学就问要不要搬啊？我觉得成本有点高啊。家长的话，如果你的预算不是那么高啊，你换了个学区房，虽然保值。但是呢，你有想过孩子参加夏令营一个暑假很多钱吗？他有的孩子玩那种击剑，玩那种 sports，每年的预算好多万，然后大学的话也花好多万，然后你们工资是高，但你们税交的也高啊，对吧？这个我觉得家长自己考量哈，值不值当？就你们要把教育预算预算不是只是公立高中，公立高中从来不是靠老师，靠的一直是校外的辅导资源啊，竞赛培训班啊，我们东方一些很有名的培训老师对吧？竞赛，还有你升学顾问，你不掏钱吗？对吧？你找好的，你怎么可能不掏钱？还有你考 ACT，你掏不掏钱？你自学可以，你自学的话，那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所以这个预算你们做得好，但是很多家长不差钱，那无所谓。那么你们就学区好，孩子量力还是行。你都是十分，你选个相对好一点。但是孩子最好在里边是偏中等偏上，甚至是偏上，不要在一个好学区里边垫底，因为你也没有大学可念。就家长要估计好自己的程度，不是你把他扔过去，他就能学好，而是他 fit。打篮球、玩游戏，跑步、马拉松都有一个特点，你一定要找一个对手能带着你，比你稍微强一点，他不断的 challenge 你。如果特别强，你就放弃了，你就放弃了。这个小时候我也幼稚的想要打篮球啊。我15岁的时候，我1米7左右，也不算高也不算矮，但胖胖的。我当时去一个我们那边一个很有名的体校，培养过很多省队的去找人嘛，我就去测试，去考那个项目。我当时就放弃了。隔壁的一个15岁小孩1米95，
我的头到他这个半胸，他的腿到我的脖子，他腿比我长多了，他一步我要一步半，人家随便扣篮，我到现在摸不着筐了，这就是绝对天赋的差距。就是你如果把一个孩子扔到一个好的好学校，而你还在初中学习就 struggle，而且的话家里边父母的话没有太多那种课业的帮助，新移民孩子很累，孩子面临压力你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量力而行，而还有一点啊，遗传基因不是那么强的。就你不要认为你的学习上能力可以传到孩子，不一定，孩子可能在另一方面有天赋，不见得是学习，或者他没有兴趣，所以这都要做一个综合评估啊。然后差学区呢，哎，你可能房价不用那么高，对吧？你甚至租，你预算轻松。我就有时候给大家开玩笑，我说你整什么好学区？我说你就把这个学区房的钱留下来，找最好的辅导老师，找最好的升学顾问，你进最好的学校。当然了，这个钱省下来，你还要接送啊。因为父母接送非常关键，很多活动就要父母接送的，包括做一些非盈利、做一些义工。因为孩子年龄小，没法开车啊，或者他很忙，他需要家里边做饭呀、接送他。就像咱们之前有个华人很有名的一个在 Stanford 的一个男生，我看了一个纪录片，他爸妈每天穿梭在加州，后来他妈妈就放弃工作了，就开着一个 SUV 带着孩子，这几年里边从北加州到南加州，每个州穿梭，孩子去训练，好在赌赢了，很多家长是赌输了的。就这个我个人不敢苟同，就是万一老公失业呢，对吧？你也知道，中年的话，这些大厂的话，国内没什么区别，都给你优化掉了。任何一个行业，它到你的这个技术行业就是这样，你的最后你的心理是跟不上年轻人的。你有孩子有家庭，你如果做不到管理层，做不到那种技术特别特别厉害的，你的年龄和你的体力是肯定跟不上年轻人的。所以家长，我觉得自己也做规划啊。这块我有点多嘴啊，就是你不要为了所谓的教育而把整个家里边放得非常 risky 的一个 move。我之前接触过一个印度家长哈，他的先生是个白人，他住 Los Altos，他是 CMU 和Yale MBA 都录，他在印度 IIT 毕业的，他在硅谷做得很好。然后呢，他因为孩子嘛，他就慢慢做一些 consulting work，他后来和先生离婚了。结果有一天突然给我发微信，就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家工作，那个家长交了 package，结果呢，家长就说：“哦，Ben，说我这边失业了，突然失业了，说我你能给我退钱吗？”哎，我当时挺难受的，我觉得这家长也对我非常好啊，就是我们沟通也非常顺畅，家长非常善。我们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就是孩子我们也给带疼，孩子有多动症。但那瞬间我就觉得哇，原来击溃一个中产家庭在美国这么容易啊！就是他马上他就没有收入了嘛，他就没有几个月的这种活钱了，他还得还房贷嘛，他有一定积蓄。所以我就说家长一定不要说，哎，为了教育我砸锅卖铁，千万别有这个风险。你们一旦把家长整个家庭的负担放到孩子身上，孩子会压力非常大。他会认为是他如果做不好是他的责任导致家庭，而且家长会潜移默化传承的，教育是孩子选，你给的是一个 gift。你会因为给一个 gift 而把自己的倾家荡产吗？我觉得不会吧。而且没有哪项付出是一定有100%答案的，关键取决于孩子。能进好学校的孩子，天赋和自传占大多数，就家长要面临这个现实。我们接触的孩子哈，有的孩子能进那种大藤校，能进 MIT，能进哈佛，孩子基础很关键。我们从来不去挑那个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就知道他学习效率非常高，他有这个，他非常 ambitious，这个是天赋。不代表这个孩子和你的孩子将来成功不一样，幸福定义，这就是大话题了。只是讲你们千万不要太 risky，把太多的东西讲在好学区。好学区就一个特点，家长都比较积极，搞活动啊，搞竞赛啊，在学校里边义工做的比较多。That's it，老师非常一般，老师非常一般。有些老师为了挣钱呢，在别的学区里边到处窜着教。后来我就想，你要教的特别好，你就不会这么出去窜了，对不对？非常感谢笨老师今天的分享啊，那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笨老师的分享，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能帮助家长和这个孩子更全面的了解湾区高中的分布和它的这个录取情况，还有它的这个房价走向。那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关于 Enlightens 的服务，也欢迎大家致电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我们会。在家长群当中公布我们每期讲座的这个报名链接，还有一些干货文章的分享。那如果家长想要我发这个邀请给您的话，可以先加我的微信。那另外呢，跟家长们强调一点啊，我们每周的这个讲座视频虽然会上传到 YouTube 当中，但是它里面没有这个问答环节，还有一些被删减的片段。所以如果家长想要听到我们完整的讲座的话呢，还是建议来听现场版，那今天讲座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下周六晚8点不见不散，大家晚安，谢谢笨老师。